我是广东人，也是长了111年，大安站到了，111年5月10号，台北捷运，台北捷运，然后淡水新营线大安站7点43分，出发的是开往象山土象山的 C38型504503编组，和高雄县刚刚集结合。在那个大安站这里，拜拜。啊，对啊，114次啊，114次站，我讲了，台北站讲错了，114次。如果下面有马站，我们都在这种地方。大安站，还是西哥的节目，拜拜。